恩典365 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，每一句话都更深的让我们享受到他的爱，知道他是这样爱我们的。接下来他说，我渴了。可是这句话好像耶稣说渴了，然后人家拿那个沾了醋的那个蓉给他喝，他又不拒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每一句话好像都很有意思，但是在七句话每次读到我渴了，我就在想说，主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说他跟我们一样，其实在上面承担的那个是会口渴，可是对他来讲恐怕痛比渴严重多了吧？为什么会有这一句话摆在那里呢？如果只说七句话，每一句话不是都应该非常重要吗？为什么会记下一句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的一句话呢？当我仔细再去读他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灵真的是真理启示的灵，他会带我们进到那个真理里面。我读给你听，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是这样说，他说这事以后，当然就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要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圣经上的话的应验，就说我渴了。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哦，他说他为什么说我渴了，是应验圣经上所说的话。我真相信耶稣说这一句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就是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过去所预言主受难时候的发生的每一个环节，那个环节到只是很小的说了一句我口了渴了，连这样一个小小的环节都一定应验，圣经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啊！我觉得好感恩啊！为什么记下这句话来？因为这句话应验旧约圣经所说的预言。谢谢主，我求神施恩恩待我们。你知道吗？我们读圣经最宝贵就在这里，因为圣经怎么说，事情就怎么成就。连这么小的一件事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会说“我渴了”这样的一句话。在圣经旧约里面曾经提到这样的一些预言，耶稣为了应验圣经的话一点都不漏，一字一句都不漏，耶稣真的说我渴了。我想那个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意义，当然也包括耶稣真的在上面会口渴，然后他们给他喝那个醋，其实那个醋是有一点像麻醉一样，就是减少他的疼痛，但是耶稣拒绝，因为耶稣不麻醉，他就是这样承担你我的罪，完完全全的承担，那是爱。而另外一方面，我再读一遍给你听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于是耶稣就说我渴了，为要使圣经上的话应验，所以圣经上说的每一句话后来都必应验。谢谢主，每一次读圣经抓住这样的应许，主在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应验。谢谢主，这是我们何等的盼望。因此你读圣经不是读一个传奇，不是读一个故事，不是读一个可能会发生的事，不是，字字句句都必应验。因此认真的读圣经，如果你漏掉了一些，你就没有办法经验那一些，当它实现的时候，你会从心里说感谢主，神的话怎么说，事情一定怎么成就。但愿主今天透过我渴了这三个字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圣经的话怎么说，主对你说，圣经给你的应许每一样一定实现。As little children, we would dream of Christmas morn,
Of all the gifts and toys we knew we'd find, but we never realized a baby born one blessed night gave us the greatest gift of our life. We are the reason.To show us the